这是我做的冰箱里面，但是还有一个东西。哦。上面是库，它下面也是库。那这个下面还有一个抽屉，嗯，咱们现在打开一下抽屉，这个抽屉，有一张卡片，哦，这个卡片翻过来是34 ，OK， 这张卡片，终于落到34了，倒数第34天，赶紧天亮吧，希望更多人开始，一个新鲜思考，梦里的学习，已经开始 ，peace。